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好，全国同学啊，要认真听张老师的节目了。我一再跟大家讲，张老师的节目，我的节目，我是用四十年的操盘专业，我的节目是用四十年的经验，四十年的操盘专业，我来干什么？我来帮助你，我来救你，反败为胜啊！所以张老师节目不是来招摇撞骗的，不是来坑杀投资人的。所以张老师节目所讲的话，张老师所专业的建议，你要是不听的话，我跟你讲，你恐怕下场会套得很惨，赔得很惨。我没有说我很准，我只告诉你四十年的专业，我不会随便乱讲，我不会胡说八道，所以我讲的话未来有没有发生，你自己亲眼见证吧。远的不要讲了，七月份台股攻到24400，全市场在跟你讲什么啊？全市场的股市财经节目都在跟你讲什么？胡说八道嘛，叫你拼命做多，赶快做多，用力做多，都在叫你买什么？买鸿海嘛，买技嘉，买广达，拼命买嘛，啊？七月份叫你买鸿海、技嘉、广达的这些老师呢，啊，有没有害死你？啊，台股崩了5000点，你们的鸿海呢？200杀到100，今天还躺在地上啊，还躺在地板上啊。广达300杀到200，今天还在这里啊，还躺在200多啊。哎，这一赔都30%-40%呢。啊，技嘉300杀到200，今天还躺在200啊，都害死你嘛，是不是？所以张老师的话你不听你会有麻烦的，啊，你下场绝对会套得很惨的。啊，我在七月份公开讲24400要懂得向下避险放空啊，叫你放空哎，就崩了5000点。啊，你听我的话赚翻了，你不听我的话，七月份你不管买什么通通套牢，鸿海、技嘉、广达照样惨套，对不对？今天还躺在地上，你还是爬不起来啊！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8月5号杀到19000多点，崩了5000点，我还是告诉你，我说鸿海、技嘉、广达反弹都是逃命空了啊，你不要以为他们会涨哦，对不对？反弹都是逃命空哦，啊，你看看广达，啊，我跟你讲，反弹都是逃命空，反弹是不是再杀？跑不掉的啦。张老师四十年专业，我讲的话你要认真听，你不听你就很麻烦，啊，所以8月5号我讲的鸿海、技嘉、广达这都没好啦，筹码转空嘛，是不是？我说反弹都是逃命空啊，对不对？你看鸿海、技嘉、广达今天是不是还在100多？广达、技嘉还在200多嘛，还躺在地上嘛，啊？那8月5号我说你要反败为胜，你听我的话，把资金全力重压转到密望时，你要买对主流才会赚钱呢，啊？你7月份满手鸿海、技嘉、广达，你到今天照样惨套，照样套牢嘛？你会翻身吗？你不会翻身的。但你8月5号对不对？8月5号崩到19000多点，我说你反败为胜很简单啊，对不对？你说、啊、张老师，我广达300多跌到200多，好痛啊！我说我知道你痛啊，你不听我话，你当然要惨赔嘛。但8月5号我说没有关系，对吧？广达跌到200多，你听我的话，把资金全力转进密望时，当时密望时20几块，对不对？你一张广达可以买10张密望时嘛，是不是？那等密望时谈到等密望时谈到40、50，就等于你的广达来到400、500，对不对？广达来到500，你不是赚翻了吗？是不是？你资金不懂得转进，哎，我继续报广达200多，今天还在200多，对不对？8月5号我跟你讲，你把资金全力转到密望时，
当时蜜旺石二十几块，结果飙到52块，是不是等于你的技嘉广达200涨到500啊？啊，是不是你的广达等于200涨到500嘛？你300买的，你大赚嘛？是不是轻而易举的反败为胜？我怎么反败为胜？我都教你，我都救你啊！你跟你的老师继续报广达，必须报鸿海、技嘉，继续报，报到现在，你照样躺在地上。你老师会救你吗？除了骗你、哄你，还会拐你，还会什么？害你套牢。所以很多老师你跟的就是惨套，我跟你讲，他每天都跟你吹牛比赛，对不对？每天都招摇撞骗，那拉回都买点，买了到现在呢，啊，惨套，惨套的是你，谁救你？全市场除了张老师救你，谁救你啊？啊，对不对？7月份谁警告你放空啊？啊，听我的话，放空大赚5000点，对不对？8月5号跟你讲，对不对？跟你讲，鸿海、技嘉、广达反弹都是逃命，没有用，反弹都是逃命，那怎么办呢？资金全力转进20几块的蜜旺石，全力重压嘛，啊，你广达、技嘉一张可以买10张嘛，对不对？结果技嘉、广达、技嘉今天还在200多，但是蜜旺石20几涨到50几，是不是等于你的广达、技嘉200涨到500啊？你都赚回来了嘛，反而大赚一笔嘛。所以反败为胜不是做不到，你要跟对人嘛。好，现在不跟你啰嗦，你说张老师啊，我又错过蜜旺石涨一倍啦，对不对？错过蜜旺石涨一倍啦，怎么办啊？我有没有救你？你看看8月5号全中华民国真正在救你的老师除了张大文有别人吗？是不是？你的老师只会鸿海、技嘉、广达继续报哦，基本面很好哦，你继续报继续套啊，广达今天是不是继续套牢？你广达今天是不是继续套牢嘛？没有用嘛，所以我跟你讲不好话了，啊，对不对？听我的话，蜜旺石20几飙到50几，等于你的广达200涨到500，你不赚翻了吗？对不对？好，现在不啰嗦，错过蜜旺石，错过蜜旺石大涨一倍的怎么办？我跟你讲了嘛 ，FOPLP 商机，听清楚，这是你最后翻身的机会，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拿自己的前途 money 啊，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我跟你讲，大盘筹码转空，很多股票反弹不好啦，对不对？解不了套了啦，啊，你鸿海会解套吗？啊，我问你啊，200多买了，现在100多，会回到200多吗？啊，你看大盘涨了3000点，你鸿海呢？是不是？广达300跌到200，今天还躺在地上，会回到300吗？那你听我的话，转到蜜旺石，对不对？早就200涨到500了，你早就赚回来了嘛。你今天这躺着都会笑啊。那你还在报广达、报鸿海，你到现在还套牢，解不了套，对不对？好，所以。错过蜜旺石的，蜜旺石，第二 FOPLP， 啊，你好好的把握 FOPLP。那什么是 FOPLP 呢？我已经跟你讲了 ，FOPLP 不是张老师编出来的故事，不是我，谁讲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台积电董事长讲的话，你总是要听一下吧？魏哲嘉讲喽。在法说会宣布的哦，要干嘛？积极研发 FOPLP， 而且未来要进入量产。那为什么要积极研发 FOPLP？ 大家都知道，今年大家的耳熟能详啊，对不对？大家开口，CoWoS， 对不对？今年只要沾上 CoWoS 的股价，那不是涨一倍两倍，涨6倍、7倍、8倍的，啊？今年最夯的就是 CoWoS， 结果 CoWoS 现在面临什么？严重供不应求。最大的问题 ，CoWoS 量产难度很高 ，CoWoS 先天不良，它无法量产，这是 CoWoS 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么需求这么夯 ，CoWoS 无法解决。为什么？它不能量产，因为 CoWoS 就是在12寸晶圆上进行晶片封装，
那量能就量产就这么大，所以你要扩充量产，必须从 CoWoS 改到 FOPLP， 就是由面板级的基板来进行封装。那面板是四方形的，对不对？那尺寸是 CoWoS 的七倍起跳，所以未来要解决 CoWoS 量产难度高、严重供不应求，只有 FOPLP 积极研发进入量产，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简而言单，一句话，未来 FOPLP 必定要取代 CoWoS 嘛，因为 CoWoS 无法量产，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嘛。而且现在 AI 的晶片，对不对？体积都比过去还大，所以一定要面板，用面板的方式 FOPLP， 对不对？面板级的这个封装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现在很简单呢、啊，是不是？我刚刚讲过，今年所有沾上 CoWoS 的股价，自己看一下均衡，二十几飙到160。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沾上 CoWoS 那股价不是一倍两倍的了，涨几倍你自己讲啊，二十几涨到160，哎，八倍嘛。那未来要取代 CoWoS 的商机 FOPLP， 那 CoWoS 涨八倍，那 FOPLP 有几倍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行情，对不对？这个你问问自己，答案就知道了嘛。那台电董事长已经讲了嘛，台电董事长已经再三的法说会讲了嘛，积极研发 FOPLP， 而且未来进入量产，就是要取代 CoWoS。 那 CoWoS 股价今年能够涨八倍，那我问你 FOPLP 涨几倍？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这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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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行情，大行情，大行情。所以我一讲，未来你要反败为胜，你要把握 FOPLP 嘛，对不对？那这档股票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嘛，它就是打入面板，对吧？ FOPLP 的重要关键材料，第二季的获利开始暴增了，股价过去几年来都在一字头，对不对？8月22号一字涨停，27号再涨停，29号第三只涨停，哎，一口气先涨了快40%哦，那逢高我讲了获利嘛，逢高获利，但是上礼拜拉回23块附近，我说拉回再买，为什么？FOPLP 绝对是未来的主流商机，所以股价先大涨40%，逢高调节拉回再买，拉回再买，结果上礼拜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差点再喷涨停，差点再攻第四只涨停哦？今天呢，继续喷呐、我跟你讲啦 ，FOPLP， 一开头，四只涨停了哈，再来。跟你讲 ，FOPLP 四开头，跟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艾斯莫尔合作，跟艾斯莫尔合作还得了？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表示他的技术达到世界的一流水准嘛，能够被艾斯莫尔认证，所以未来在半导体设备四开头你要小心，绝对是大行情啊！同时也导入了 FOPLP。对不对？封装的一个制程，股价这么多年来都在二十多块，是不是？八月底，是不是强喷涨停？跟你讲，站上三字头喽，那你要小心哦。这档股票一旦给它站上四字头，是不是？刚给你看了 ，CoWoS 能涨八倍，它会涨多少？你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八月份。站上三字头，强喷涨停。今天呢，继续喷出哦，你小心哦，我只能告诉你，很快要创新高了，好不好？四开头，再来。上礼拜一直跟你叮咛，这档三开头的，股价才一字头哎，十几块，你是不是怕什么啊？我说他跟台积电合作 FOPLP 啊，他过去是面板的传统厂啊，传统大厂啊，但现在已经怎么样啊？改过自新了，对不对？改头换面了，已经从面板传统厂转型成半导体大厂了嘛，而且跟台积电合作，对不对？所以股价这两年来在一字头，
三开头的哦，三开头的哦，而且第二季转亏为盈嘛，是不是啊？过去面板传统大厂第二季转亏为盈，跟台积电合作转型半导体厂，版型转型从面板转型半导体产业，啊，股价才一字头，一字头，今天呢，邱同学，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啊，张老师有骗你吗？今天这是什么？今天有没有涨停？有没有涨停？有没有涨停？好不好？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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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再度见证啊、哦、！FOPLP 会涨到哪？很简单，一句话 ：FOPLP 未来要取代 CoWoS， 未来要取代 CoWoS。那 CoWoS 的股价今年以来大涨几倍？啊，大涨几倍？都是好几倍的哦，对不对？那 CoWoS 能够涨八倍，那未来 FOPLP 会涨多少？所以这是未来你反败为胜翻身最后机会，所以张老师再三的很严肃诚恳的语重心长跟你讲，你们现在你七月份不听我的话，你现在满手套牢，不管你买鸿海、积佳、广达，通通套牢，但是要反败为胜没有问题，赶快把资金跟上脚步，锁定 FOPLP 蜜望是第二，你最后最后翻身的机会，你最后最后翻身机会，赶快跟上脚步，趁明天中秋节，好不好？我们不打烊，手中持股套牢不要难过，跟上脚步，锁定转进 FOPLP， 张老师带你反败为胜。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迟到了，犯界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的。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好，旗鼓 AI 城市交易，尤其指数的操作哈 ，AI 城市交易多空明确的多空讯号，时间价位。不要猜，不要赌嘛，哦 ，AI 城市计算筹码，对不对？所以相信 AI 城市，你自然成为最大的赢家嘛。来，7月11号 ，AI 城市带你干嘛？全国同学，好好想一想，你的老师拼命做多，害死你，赔5000点呢。来，7月11号 ，AI 城市来导播，7月11 ，AI 城市24339空嘛，你怀疑吗？7月11号 ，AI 城市24380有没有叫你放空？10点半，全国同学。七二四三八零有没有叫你放空啊？
每一旦你放空打电话进来，张老师赔你5000点，你都不要说张老师准，我们有没有带你放空？全力放空送你5000点，8月5号崩盘哦，当天8月5号啊，将近1000家股票跌停，台积电、鸿海当天跌停，台子期跌停，对不对？你做多输光了嘛？那我们从24400带你放空，送你5000点。8月5号跟你讲什么？跟你讲什么？这里最少会有1/2，会有2500点的反弹，谁敢讲？对不对？都害死你了。8月5号，张老师讲的，这里最少会有1/2，2500点的反弹。所以8月5号 AI 城市，我们带你干什么？一早9:50多，恭贺 AI 城市放空大跌了快5000点。今天大跌，一早9点多就告诉你，今天大跌，你把握把握逢低放多。为什么？这里最少会有1/2，2500点的反弹，当然要做多嘛。来，8月5号 AI 城市，19601翻多嘛，而且跟你讲1/2反弹，2500点反弹，结果弹了快3000点。我张大文有骗你吗？你听张老师的话，7月份放空5000点，8月5号翻多，是不是快3000点？两趟我送你8000点呢，你都不谢谢我啊？好，再来8月20号跟你讲了，这里反弹逃命空哦，还会再杀，还会再杀。为什么？像股票广达，我就跟你讲了，反弹会再杀嘛，因为它还会探底嘛。所以大盘来到8月20号22550，跟你讲再空会再杀啊，对不对？弹了快3000点了，再杀啊，也会杀个1-2000点哦。所以8月20号有没有一早 AI 城市来？8月20号22552空嘛，对不对？跟你讲最少会有1-2000点的下杀，所以8月20号趁大涨22550，赶快放空，赶快放空，赶快放空，最少会有1-2000点的下杀，结果杀了是不是快2000点？是不是快2000点？张老师有骗你吗？来，上礼拜杀了快2000点，跟你讲把握翻多，来9月11号一早9点多20970990翻多，对不对？当天到了1点多还在950呢，带你翻多。来9月11号20998翻多，是不是啊？ AI 城市转多，结果呢到今天又送你900点呢，反弹又900点呢，光8月20号空下来1900点，翻多又900点，这两趟你告诉我多少点啊？这两趟又2800点呢，赚钱很难吗？所以跟着 AI 城市，7月份空5000点，8月份翻多3000点，再空快2000点，翻多又900点，已经10000点了啦，我跟你讲好不好？指数怎么操作，我只是告诉你，不要用猜的，赶快把 AI 城市带回去，是不是？再来，张老师40年专业，我是帮助你救你反败为胜。8月5号我已经跟你讲了，鸿海、技嘉、广达这都没有用了嘛，反弹逃命空，反弹逃命空，反弹逃命空，你要反败为胜，你跟着我重压灭望时，重压灭望时就20几块飙到50几块，是不是等于你的鸿海、技嘉、广达200涨到500？是不是等于你的鸿海100多涨到300？你早就赚回来了嘛。但你今天还在报鸿海、技嘉、广达，今天照样套牢，对不对？你资金要懂得转进啊。那很简单，你说张老师啊，我错过灭望时涨了1倍，来密望石第二 FOPLP， 我已经跟你讲了 FOPLP， 这绝对是未来取代 COWAS。 那 COWAS 今年股价涨几倍，涨几倍自己看，所以 FOPLP 会涨几倍。所以这档一开头的跟你讲，把握买进，涨停涨停涨停，先喷了快30涨停，逢高调节拉回来再买，拉回来再买，上礼拜是不是快第4只涨停？今天继续喷嘛，是不是 FOPLP 会涨到哪？再来四开头跟 S 摩尔合作导入 FOPLP 商机，20多块涨停3字头，今天再度喷出，再度喷出，小心哦！四开头要涨到哪？要涨到哪？自己好好的把握啊，是不是？这档股票我也再三叮咛了，它现在在40之前进行最后的整理，给它站稳突破4字头。那股价后面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波段的行情，你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把握。再来，上礼拜一再跟你报告，三开头 FOPLP， 过去是面板大厂，是不是？跟台积电合作 FOPLP， 第二季已经转亏为盈，它已经从过去的面板传统厂已经转型为半导体大厂，懂不懂？
先进的半导体封装大厂，所以股价在一字头，一字头。上礼拜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天了，全国同学，今天自己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自己讲这是什么？什么涨停？张老师有骗你吗？所以 FOPLP 商机今天强喷涨停啊，同学 ，FOPLP 商机，这绝对是你反败为胜最后的机会。FOPLP 商机绝对是你最后反败为胜的机会。那今年 CoWoS 的股价大涨了，都是几倍啊，很恐怖哎、欸！啊，不是一倍两倍 ，CoWoS 能够涨八倍 ，FOPLP 会涨几倍 ？FOPLP 你最后翻身的机会，想跟上脚步的 ，FOPLP 密望石第二，跟上脚步。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是你老婆，你累了吗？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会抢。宝利达蛮牛，金包银，空流水。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